龟龟关注组，香港人弃龟严重。近年有很多人移民，所以弃龟的情况就相当严重，尤其是巴西龟有很多地方是不俾佢入境。探访龟义工，养龟大有学问，照顾上能够方便啲嘅，其实会少啲人弃养。关注组，星期二晚11:00，82台 J2。